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洪教授，咱正倒转来讲哦，咱这个习大大底下在杜姑嘛哈，在做梦啊，你在做梦，对，啊做梦话啊，讲梦话啊，头一阶段啊，再来讲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即马中国因少年的哦，大学生也是讲流行讲躺平了，啊都找无到路，倒去眠床的，啊因的迄落网络搁锁，都爱拜六礼拜会当看几点真久，啊所以大家就干脆啊都找无到路，啊。出门都爱搁开钱啊，规矩啊，我就倒喺眠床下困嘛吼，叫躺平了，躺平一族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的这个因的迄落银行啊，大大细细安尼，无意间伊才收安尼。啊，你人民去寄金铺啊，煞领无钱，我讲银行都找袂着啊，银行拢无去啊安尼哦。咱来讲这因的经济改革，啊，因的经济要安怎复兴哦？咱来讲伊第二个梦。无啦，即位还会喘大气，伊咧讲，伊是咧鼓励种哦，咱着发哦，创即个新质的，以及生产力嘛。啊，但现在问题是伫遮啦，技术要对倒来，全世界给你封起嘛，吼、哦。嗯。所以咯，你钱对倒来，他都你讲啊清清楚楚。所以咯，你嘛着少年的人来。你嘛爱人才啊！你人才要对啊来。即嘛，你知影？像美国、澳洲开始，中国留学生开始不爱让你去读这物件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安尼生了嘛，就感觉你过去拢。伊自从迄千人计划了哈，啊，就迄个华为的代志了，拢偷摕人的技术啊，即嘛吼，伊不爱凊彩让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入去读啊。大家感觉呢？我咧饲鸟子咧搞布丁，对啊。所以伊咧讲的第一项的这个新质的生产力的这内面，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。做哪好你有可能哦，万一但问题在遮，你中国今嘛已经经济破甲安尼死，云南也倒，地方政府也无钱，中央政府也无钱，有啦有钱啦，是叫飞行机甲船来骚扰台湾啦，还是参加军训啦？有钱啦，有钱啊！有钱啊，再开有钱啦！吼，啊，说落去，你这个物件拢是咱咧讲的这个 demand 呢，这个 demand。supply man 啊，个 demand man 咯，你在个供需的这个问题嘛。嗯。你中国伫地咧鼓励伊哩这个，我们讲讲梦话。你伫地咧鼓励讲安尼，咱就来开拓，都要提供这物件来，咱来赚钱。嗯。但是 demand 就是老百姓社会，哪有这个力量，哪有这个力甲你买？刷落去，你去卖国外，又唔想要甲你买？你这个。消费产品都无够迄个激素嘛？对，这你真毒哦！你搁讲啊，这就我安尼啊，歹势讲哦，哦，但是完全正确。你分析对就分析啊，分析哦，我当当当在使。系啦。所以，伊个经济发展是干哪即个？讲一面啦，娘，你有准哪好？你做会成？生产会成，根本无可能做成，咱也知。所以，想要来买，啊，你国内的市场要安怎建立？大家都无要吃头路啊，大家都要躺平啊，都比啊嘛。啊，想要买，大家都想要看电视，都可能都无迄个精神啊，拢同款嘛。啊，所以你这经济，伊也咧讲这。针对经济改革要来推动，根本无可能，就这无可能。伊安怎呢？伊一边打压这个社会基础的这个经济迄个主干，啊，然后一边又搁讲哦，要安怎拄安怎呢？啊，拢讲迄个空话啦，啊，梦话，北京伊讲说梦话。是。所以吼，咱我就是我准备讲在要批评了，才感觉呢，歹势。没啦，咱是对伊好呢，伊是咱的大厝边，虽然讲对咱足歹哦，咱嘛希望伊若较好起来，看咱会卖遐尼啊遭受骚扰无安尼啊。咱就是讲，
两边，我所以我唔只赞成，哎，讲我只我唔只赞成台湾甲中国两个都分落鬼，哦，一人一边一个，啊，大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互相竞争，啊，互相友好，对，这是。正在关键是咱一对下出来，拢无拢无甲你忽略，是远亲近邻嘛。人想人想，要遐出来，就是你遐无好人，人才要走出来。对对，当然底下台咧。你遐哪好人要走出来？你遐哪好人赶都赶唔出来。我你即马嘛，咱嘛是嘛积极理解这个，这个交代。啊，无理解，噶唔是拢是差不多是。因为你啊，山贼王拢嘛是啥土鬼，有鬼的好的，好的在战争，拢在战争啊，拢在做官，拢在贪污。啊，做官都拢在杀人啊。迄咱也有机会。做一个皇帝起来，就爱杀足侪人啊。因为伊大部分拢。伊惊人家。八大八大嘛。伊唔是伊做起来了，伊惊讲哦，人会来家迄落，伊就共杀掉。啊，所以第一个批评就是讲，闽南。叫咱吼，他都按你的分析来讲，可能性根本无可能。所以你个上尾个总指就是第三期红旗总指挥举个，就是叫大家各个你遵守你的指导、你的领导、你的指挥。哎，拜托，啊，就是你这个总指挥过后，这唔知这差不多十年来。你要建立你的祖国梦，你要建立强国梦，你要安尼去共，不是从这个未见效，那未见效，或者无可能共偷地，什么等，你都要共破坏人人甲人的互相信赖，世界大战还是对十六世纪以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嘛？嗯，世界以这个、嗯、哦。秩序变哪讲？地俗啊！地俗哦，好啦，地俗啦 ，order 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大家拢尊重这个法律嘛，吼、哦，尊重法律，尊重讲的话，诚信嘛，诚信跟这个信用，人互相信啊。啊，这就是中国的社会，你都无这物件嘛，你唔但无这物件，你搁叫人，你搁出手。有意识的国家的领导去共偷窃、偷骗，啊，才去叫你所有的那个中国有关系过去的中国人，过去的这中国这叫唐人呐、啊，哦，唐人呐、啊，啊，还是唐山的人，给你斗相共，给你斗骗，啊，无就去人，各国内面去饲遐内奸，那台湾咪这么多嘛？咱台湾的内奸则是全世界算上多的，以人口数来比例来讲，咱台湾的下迄落歹人比好人比较多。哎呀，真多！阿妈、啊，我问个问个，真足可怜的、嗯、哦，伊无彩安尼拼老命走来台湾、嗯，哦，1949年已经来，哦，伊嘛伊唔是拼老命来，伊是不得不去予人赶来啊。那是咱台湾人的善良，啊，伫咧无法度之下，只好回店的。啊！结果伊侵略者继续啊，搁在甲咱侵略。今仔日中国的下摆就是什么那个东西，不讲什么。咱有机会。伊是伫中国梦去害着伊，今仔日甲即马爬袂起来，就是伊这个经济也爬袂起来，伊军事嘛爬袂起来，啊，伊的科技也搁较爬袂起来，就是中国梦。中国梦就是伊唔知伊过去的中国梦，中国。吼、哦，建立的这个基础、嗯，心理的基础，文化的基础，政治的基础、嗯，社会基础，根本是乱糅糅啊！个人性的基础，哎、对，崩盘，拢崩盘。迄咱第三，哦，咱若有时间再过来批评，一挂人，尤其咱台湾的这个国民党。哦，建设国民党、嗯，但国民党嘛好做，咱咧嘛有人，咱等下讲啦吼。啊，伊虽然讲蛮好诶，蛮好嘛，啊，加在较歹找啦，歹啊，好啦，较歹找啦吼，较歹找啦吼，都是去过去诶中国，即个物件害死即卖中国人，就对外看法。啊，中华用过过200年。我唔只八一七八五，你讲的，我本来是讲100年，但我愈来愈佩服咱
店长的这个智慧。我是你店。啊。台湾台湾，不是店长，站长，站站站长啊，站长，站长啊，站啊，站啊，什么站？黑家站的站。啊，所以他都讲啊，这经济，干那要讲经济路线，咱个分哦，比顶礼拜顶礼拜个进一步，要分去从这个供给面，这个甲这个供给个。需求吼，供需这两个观点来甲看，根本就讲唔着去啊，无可能嘅代志，刷落去，大家看出来，哎，啊，唔但你社会组织内面、政治组织内面，你佫念到阵要去行人民公社这条路线，哇，嘛是同款嘛，佮你即摆咧讲，行回头路，所以我嘅看法，哦。一般所有咱的一挂学者，无管你咱本国的还是外国的，哦，无管伊倒一国，基本上拢感觉无可能。这是刷落去，伊即马目前的经济的发展已经不稳，已经来不及啊！因咧讲的即个话。啊，这个，要爬起来，爬袂起来嘛？你看，卖讲啥，干那这边的这个大风台都好哈、咱台湾嘛受到这么严重的这个伤害，其实因遐嘛未比咱较轻啦吼。但是因遐，较重，我给你保证。嘿，较重啊，但是伊啊吼，伊无摘掉球，伊干那用迄个电视台来骂台湾，来用台湾的影片来骂嘞，安尼都拖过啊安尼。伊就唔敢这样讲，在检讨嘛。啊，即卖我咧看一个新闻，看几号讲，可能伊讲三峡是吧？三峡做水坝，十二坑哦，拢中老啦，中老。是歹去啊，也低的嘛，听讲会崩嘛。啊，即、這个难讲个即个代志。那崩的时阵，都会做大水，唔知要死偌济人啊，唔知。我想，对一亿起跳啦。嘿。一亿起跳。是啊，可怜的就是遐个人民百姓啊，本来啊，因遐做大官个呢，无解着啊，要哪有解着？对啊。那比如讲，这个政权呐，放落去嘛是走去美国去啊。对啊，系啊。哎，就是咱期待讲，这个美国对因这款的人哦，有啥物款的这个处罚嘛？哦，伊要走来台湾去，我想是无可能啦。哦，少数啦，会啦，一定有啦，即马就走入来遐济啊。啊，即卖另外这无共款嘛，这也毋是伊个党员，毋是伊个即个官。是啊。所以咱即卖第二个讲伊个第二个梦啦吼，一梦。第二个伊个经济梦啦。经济梦。嗯。啊，所以，甲政治、甲伊个政治个组织、甲即卖目前发表诶即个发展来看起来时阵，我个看法是大概免阁讨论啦。免阁讨论，伊就叫阁讨论了嘛。咱是替伊艰苦啦，尔哦。啊，说落去，那毋是艰苦啦。那有一个咱，我期待讲咱第三摆吼，有这个机会，咱再来分析这过去中国这社会，甲伊家己本身共产党，那造成这么大个错误。哦，那有当下对咱的。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行为啊，伊这在七八十年的做法，那么非常的出来，那世界近代化、现代化，那无去目到，啊，那安尼伊啊在咧搞，啊，台湾那加在目到一时啊，在这一时啊时阵，可能会叫蓝白甲创破，迄咱后一摆，后机会咱过。过来讨论，我记咱过去，我有讲过几下摆，但咱我讲一摆嘛，无记唔到嘛。咱来检讨讲，啊，得中国文化，但是荷兰什么物件嘛？我愈来，就愈感觉，咱家己臭蛋，咱的学者臭蛋，咱的教授臭蛋，哦，咱的新闻臭蛋，咱的在对。中国来，即国民党来，即家己咧操蛋，又得安尼操蛋，因才有这个理论，唔才有这个精神，啊，甲这个
心则未死嘛，甲咱讲咱足足差咯，但人足差咯，无水准。嗯。但是未记讲，伊未记讲，啊，咱清朝的时阵，叫恁中国人管的时阵，咱也无小学，也无派出所、警察派出所，啊，无卫生所这物件呢。对啊，对咯，1947年前啊，遐日本战败走去了后，迄阵啊，国民党还袂来，咱台湾嘛是有真空一段百多日的真空，咱嘛无讲有啥物混乱咯，拢无，拢自我管理，大家拢好好。奇怪咧，1947年了后，你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难民来到地，请登落去了，你看咱台湾贪污啦、白贼啦吼，互相残杀啦，这个这咯。咱后摆来，后摆有机会来讲这個。中国文化，我有影愈来愈未了解。中国文化带予咱台湾的迄落一种的迄落人类的迄个伤势啦，上界大的就是中国文化。1947年了，中国人就是不要见这个难民集团来遮的时阵，对咱台湾人伤害上界大的。所以中国人经过5000年的这款文化，这款的政治文化，等安尼子，我看中国人的基因吼，甲咱无共款。当然无同款咯，什么人去甲伊同款？甲水。好啦，拜拜拜拜，人批评啊。好啦好啦，咱即摆用棍子，等下再搁倒转来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